十五节。同学们，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一、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那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感谢主的恩典。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耶稣是哪个约人？新约人。施洗约是哪个约人？旧约人。那么耶稣做的是哪个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他赎的是哪个约的罪？前约。为什么赎前约不赎新约呢？因为新约耶稣还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立成约呢，所以他不需要赎前约的罪。前约的罪就是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听没听明白？我们是前约人，是新约人。新约人。我们今天弃了新约去守旧约，合理不合理？不合理。这是真正的犯罪。什么叫犯罪？我弃了上帝给我立的约，我去守上帝给别人立的约，你说是不是犯罪？是。这就叫犯罪。新约里头，我不信耶稣去守旧约了，这就直接的违背神的约了。这个罪比你打孩子骂孩子，比你杀人放火还严重，这是下地狱的罪。听没听明白？但人今天注重的是什么？肉体上我有什么过犯了？我肉体上今天犯什么罪了？再犯罪怎么办？他保证不说我违约了怎么办？他保证说我再犯罪，肉体犯罪怎么办？这人属肉体的是属灵的，一定是属肉体，因为他往哪想？往肉体。我肉体今天打孩子，你属肉体吗？你不属肉体。你不属肉体，你问肉体事儿干什么？啊，咱们今天讲的是不是这个理呀？这叫真理，这跟咱们的理正好是反着来的，对不对？你能接受了吗？这是圣经的话，不是王一浩编的话，对不对？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受死赎的不是新约的罪，乃是前约之时亚当所犯的罪，是不是啊？亚当在伊甸园里就犯一个小罪，用人看是不是小啊？是。在上帝那里看大不大？他为什么大呢？因为他违约了，他就大。他要没违约，大也是小，是不是啊？不关乎到约的问题，你犯的罪就是大也是小，甚至无。神可以把肉体上的过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听没听明白？神今天你若是违了他的约，那么今天这个罪小事也能变大事，对不对？这涉及到约的问题啊。神是不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他守约，今天他跟你立的约，你犯了就得，你就得付出代价，对不对？付出死的代价。旧约老亚当犯的罪，谁付出了代价了？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父母付出代价。今天在新约，你还要去到旧约里头，你说你傻不傻吧？旧约这个约是咒诅的约，是定罪的约，是不是啊？他已经救了。那见旧见衰的必快归于无有的，你把新约耶稣跟你立的约弃掉了，你去抓神跟旧约人立的约，你说你傻不傻？傻不傻？政府要占你这个整个这村里的房子，你家的房子是500平方，政府准备给你700万，别人家房子20平方，政府准备给他20万，你把你这个约弃了，你跟人家20万的去守人20万的约，说来，我这个约是700万，你来咱俩换一下，你把你的20万给我，我把我的700万给你，你说这个人是神经病还是缺心眼儿？啊，上帝跟谁立的约，你就谁就得去守，对不对？我们是新约人物，是旧约人物，
新约人物，新约人物应当守新约，是守旧约。那现在在旧约里的人多不多？多。守旧约的犹太人的律法的多不多？守雅各四条的多不多？你说守他跟他无干的，那约跟他一点干一点瓜葛都没有，他去守那个跟他无瓜葛的约，把自己约给废掉了，把自己约扔在那边不管，是不是？等政府来算账的时候，来某某某人，今天你跟我立跟政府立的约，今天要算账了，因为政府要占这个村子，你们必须得搬迁。他把别人家那个20万的约拿出来跟政府算账，政府说这名也不是你的名字，那你的约呢？我的约丢了，丢了，把人家的偷来了，人家到处找，我的约哪去？政府跟我立的约哪去了？没有了，被谁偷去了？被这有700万的偷去了，偷了20万，你告诉我700万好还是20万好？啊，有的人撒过俩勺都不知道。上帝给我们立的新约好不好？好。他弃了新约，好的约，这叫更美之约。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美不美？美。你把这新约给弃了，就跑旧约守律法去了。你说傻不傻？彪不彪？缺不缺心眼？是不是250？撒过俩勺都不知道，你说这人完不完了？有没有这样人？若没有这样人，我今天不用在这讲了。你看不看我的讲道？不住的出来一个人，就说跟我讲一样；不住又出来一个人，今天广州又出来一个人跟我讲一样。我一听是凭约瑟那套东西，他就说跟我讲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我这么讲，保证不一样。好，咱们看啊，希伯来书第八章。假如前约若没有瑕疵，神就不用立新约了。新约是不是更美之约？是。咱们今天是在更美之约里头，还是在有瑕疵的约里？今天呢，你好不容易去上那边去，就挖地挖地挖地，一下挖出一个什么呢？没有瑕疵。没有，上面连个问都没有，一个必律和制币，是吧？赵国的和制币被你挖着了，你说这和制币值多少钱？价值连城的，是不是？最后有一个人就伪造这个和制币，造了一个，用玉也是造了一个假的，上面竟是问，竟是瑕，竟是斑点，拿来说，来，咱俩换换。你说换就换吧，他拿那个有瑕疵的跟你这个无瑕疵的金换，你换不换？不换。耶稣举个例子，人若预备了要遇见的珠宝，就得变卖所有的把这珠宝买下来，对不对？这是价值连城的，你得到这个是价值连城，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的和氏璧，别人拿一个自己现在伪造的那叫赝品，伪造的是不是叫赝品？他拿着赝品跟你这真品换，你换不换？他连半分钱都不值，因为上面有瑕有疵，还不是古物，不是古董，你这是古董啊，赵国的，完璧归赵的那个赵国的和氏璧，是不是？他拿那个自己造出来那个东西跟你换，你看着外面差不多少钱，换就换吧，你这个傻子，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有没有缺心眼的？今天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缺心眼的？我说缺心眼的，你去守那个有瑕疵的约好不好？咱这约美不美？美。耶稣是不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是。他是更美之约，那他这个约美不美呢？美。新约美不美？美。美呀，是不是啊？他太美了，所以我们只有进入这个更美之约，上帝给你立了这更美之约，你才有资格进天堂。那是进天堂的凭据啊，这个约你没立好，你去守别人的约去了，守旧约去了，这旧约是跟我们立的吗？不是的。往下看第八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两节，第八节
第七节第七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经文，第一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你听听，你现在耶稣给你的约是价值延长的，就是用世界上的一万个城换这个约，你要这么干，对不对？因为我们曾经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要耶稣礼拜，耶稣能不能向他下拜？因为耶稣所立的这个约跟咱们今天立这个约美不美？美。你看看美到什么程度，你还把这个约丢了去守旧约的律法，傻不傻？那些人都是缺心眼的人，我相信我们坐在中间的没个一是缺心眼的，是不是？你要缺心眼，你告诉你去守旧约去；你要不缺心眼，来守新约，来守神跟我们立的约。神立了许多约，有的约不是跟我们立的，比如说犹太人的律法之约，是不是跟我们立的？不是跟我们立的。亚当，那么我们无意中间就被亚当带进罪恶里。亚当，神跟他立约，亚当违了约了，就把我们无意中间就带到罪恶。神今天也无条件的借着耶稣就把你从那个约里赎出来，不让你在那个约里，他要给你另立新约。什么叫另立呢？另立什么约呢？新约。今天上帝要跟你另立这个更美之约，你跟不跟他来立？你守不守这个新约？你还是守跟你无瓜葛的旧约，对不对？旧约有没有瑕疵？有。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就是不用再去寻求后约了。前约都是没有瑕疵的，你还寻求后约有什么用？前约有没有瑕疵啊？有瑕疵，那叫瑕疵之约。就像别人拿那个有瑕疵的玉跟你换这个和氏璧一样，你换不换？不换。你若换，说明你是不单是缺心眼，你是一个神经病。你是不是神经病？啊？这个约一旦你跟上帝立妥了，这叫更美之约。你看第六节是不是这么说的？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得那个职任更不更美？他是新约的大祭司，对不对？他是新约的君王，对不对？美不美？美。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新约更不更美？比旧约美不美？美。所以叫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是上帝应许立的。这个立这个约是要跟每个人来立，好不好？旧约跟亚当立了约了，就可以株连所有的人。亚当守不住约就可以株连呐，你听明白什么叫株连吗？株连就是瓜葛到别人了，捎带到别人了，影响到别人了。是不是啊？亚当一个人破坏了约，就跟上帝违了约，就可以株连到后面所有的人。但今天不能的，就跟你个人立约，新约是跟个人立约的。你的信只能救你，你的信不能影响别人。你灭亡只能你自己灭亡，你不能影响别人。听没听明白？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新约如果你今天不跟上帝立约，不能影响你下一代。也不能影响你爹你妈，听没听明白？只能影响你。你今天信耶稣了，不能救别人，只能救你自己。听懂了吗？这是耶稣说话，你的信救了谁？救了你自己。你若不信，你就灭亡，好不好？你若不信，就说明你根本压根从创立世界以前就不是属神的。我跟你讲的是实实在在，我是把圣经讲给你，你一定听圣经的话。好不好？给主做见证是哪儿？就这节目。你把圣经抛弃了，你听人的话，听鬼的话，就听一些荒谬无名的话。你说你这边你活的无腻都，活的都没劲，还不如死了，是不是？耶稣说犹大怎么说的？这人来到市场还不如不来，微妙呢，是不是这么评价的？你说这人来到世界上，你说为了几个30块钱就把耶稣基督卖了？不要永生了，跟鬼跑，是不是？
现在这样跟鬼跑的人多不多？不信圣经的话，专门信那些荒谬物品的话多不多呀？太多了。今天为什么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问题？那真重生和假重生有什么区别？真重生他就明白神的话，不重生他永远不会明白神的话，对不对？我给他讲他也不会明白的。这样我跟你讲，耶稣做新约的中保，受死赎的人前约之时的所犯的罪，你就不能在新约里赎肉体的过犯。肉体过犯不是赎，是除。记没记住？肉体过犯等你得荣耀的时候，上帝就等你今天先把根基立好的时候，上帝给你得荣耀的时候，就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你别管肉体的事儿，上帝保证一步一步给你成全，保证能够成全你所羡慕的良善，保证叫你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听没听明白？你不用管，你先把这一关系过来，这是最基础的，对不对？就像什么，我今天我要想上奥运会去比赛，我得必须有入奥运会的那个什么呢？入场券啊，那个入场券是不是？我没有的，我都没入奥运会，我说我跑，我跟谁跑？我跟老虎中跑啊？啊，我跟谁比赛？我跟兔子比赛啊？这个入场券我应不应拿到手？我应该拿到手，对不对？我今天得救这一关应不应该过来？成义这关应不应该过来？重生这关应不应该过来？过来完了之后，咱再讲下面再讲得荣耀、得冠冕、得奖赏，与基督同作王，好不好？身体得俗这件事才能够有意义和价值呢。你这一关都没过来，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啊！因为你到现在你还是再犯罪怎么办？你活在哪里？你活在肉体里，那我打孩骂孩怎么办？怎么办？你说耶稣上十字架连这个事都没办法，你说耶稣把耶稣看成是特别笨的？耶稣来是不是解决这些事儿？就解决这些事儿，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办，他才解决的。咱们得查圣经才能知道怎么办，对不对？老亚当给你留下那个隐秘式的那个罪怎么办？你得先论这件事怎么办？你不论这件事，你光打孩骂，你不打孩不骂还照样下地狱，对不对？你什么坏事也没做，照样下地狱，因为你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最根基的问题，老祖宗给你带来那个遗传上，从老亚当那个违约那个罪你都没管，你还问再犯罪怎么办？还有必要问这话吗？有没有必要？这个人根本压根就没重生，你问这话就证明你没重生，你没有真正的理解神的话。所以今天等你听完我一千讲过去，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我说这话你相信不相信？你原来有一大堆的问题，等我讲过一千讲之后，你听过一千讲，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不问了，你看他网上听明白的从来他都不问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想象的问题，他所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你说你今天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吗？你要问什么？你说我知不知道？我都知道。所以我现在劝弟兄姊妹先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好不好？嗯。就是隐秘的事儿，这事儿是最关键的。咱们必须得脱离旧约，脱离亚当。亚当是不是属旧约的？那么今天我不脱离亚当，在亚当里众人就得都得怎样死？因为亚当违约了，你必须脱离他。耶稣受死就是不单赎你脱离亚当，也受死赎你脱离罪恶，脱离前约，脱离律法，脱离咒诅，对不对？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黑暗的权势，这都得脱离，对不对？我不能够今天就脱离一个，剩下的我就不脱离了，行不行？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认认真真查考圣经？我保证不能给你查圣经以外的话，因为我讲道就有一个习惯，不管跟谁交通，不管跟谁讲道，你必须，你跟我交通你必须拿圣经，我跟你交通也必须拿圣经。这圣经是我唯一的征战的武器，离开圣经了我就没办法讲道。我离开讲章行，我从来不没拿过奖章，从讲到那天开始就没拿过奖章，一直到现在。有人说在网上攻击我说，王一浩啊，天天的到处乱跑，净扒人家偷窃人家奖章，
我说这个人活着还不如那个狗，还不如死人。他有一句吗？我问他我偷谁的，他不说了。我偷谁的？你给我指证我偷谁？你上网搜一搜，有没有跟我讲一样的？啊？我说偷别人肯定有一个目标啊。他的撒旦魔鬼借着他的口随便说话，说我偷别人奖章，我哪有奖章啊？我根本就没有奖章，是不是？也不要，不然这样，你给我提问题，我讲，保证不用奖章。我早就跟那些榆木疙瘩脑袋的那些牧师长老，我早就跟他宣战，全世界讲假道的那些牧师长老宣战。我说，我站在前面，你给我提问题，我讲；你给我提课题，我讲。然后你站在上面，我再给你们提问题，你们讲。看看谁有神的同在，好不好？有神同在，被圣灵感动那个人就能讲出属灵的话语；不被圣灵感动，上去就张口结舌的。你信不信？他们敢不敢呢？他们绝对不敢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不会感动那些个属肉体的人。圣灵会感动我的，因为从起初神呼召我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我，那些假道全部给他翻盘的，翻不翻呢？再翻这怎么办？是不是假道？是。圣经里没有这话，从神生必不犯罪。你怎么说再犯罪怎么办？这不抵挡神的话吗？对不对？是从神生就不必不犯罪的，必不犯罪是肯定不犯罪，肯定不犯罪这是神的话。再犯罪怎么办？这是魔鬼的话，故意把你往哪里引？往罪里引，就叫你注重肉体上的过犯，就叫你的肉灵部分的搅和在一起，对不对？魔鬼在教会中间不睡觉不打盹的跑教会里干什么去了？混乱主的道，就叫你迷惑，是不是？魔鬼善于迷惑人的，迷惑你不明白真道，你下地狱给他陪葬，将来跟他一同下地狱，他才高兴呢。但耶稣今天来是叫我们受迷惑，还是叫我们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看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有没有瑕疵？你守不住，这是不是瑕疵？他软弱不能救你，是不是瑕疵？前约那些规条软不软弱？我去守，我弃了我的新约去守前约，我有那精力吗？我有那时间吗？啊，我守不住怎么办？我弃掉上帝给我立的信主之法的约，我去守旧约那些靠手、靠板、靠装、靠憋、靠假冒为善，完不完了？我也走了法利赛人的道路，被耶稣定为假冒为善的完成法利赛人，有什么啦？不管，你说这可不可怜？危不危险呢？你这一步走错了，你步步都错，你信不信？你一步迈错了，步步都错了。第八章第十三节，找到吗？脱不脱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可不是单救你脱离罪呀，而是救你脱离旧约。旧约脱不脱离？脱离。你为什么要脱离？旧约有瑕疵，必须得脱离。旧约再说也旧了，就像你这上帝要给你换新衣服的时候，必须把这旧衣服给扒下，不能把旧衣服穿里头。行啊，旧的我也穿，新的我也穿，穿两个西服。咱们穿西服穿两个，外面一个新的，里面一个旧的，没脱就穿上了，行不行？不行的，咱们守两个约，行不行？你这叫淫妇。你守两个约，又守旧约，守新约，这叫什么妇？淫妇。淫妇是不能进天国的，上帝也不会跟你立这个新约的，因为你没脱离旧约，神绝对不能跟你立新约。找到没有？十三节，一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就必快归无有了，是不是？
这句话看懂了吗？我不用说，那真正的属灵的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据说新约，咱们现在在新约，在旧约，那么就以前约为什么为旧了，是不是？那见旧见衰的旧约是不是见旧见衰呀？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是不是要归无有了？无有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为什么还放在圣经里？把前约圣经还放在新约圣经，还也放在这两个圣经都放，旧的新的都放在一本圣经里头。你猜？不说见旧见衰必快归于无有了，怎么咱们不持守一个新约就行了？不把旧约给它撕掉，不要，为什么还放在这上面？为了叫你访问古道，查验哪个是善道，要行在其间。那些个错误的路线被上帝咒诅的，是不是不凭信心的，最后倒闭旷野的，都成为我们的警戒。为了警戒后来的时代，这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提到警戒后来时代的，对不对？他们不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什么？警戒。警戒，就为了警戒。他们失败在什么地方？亚当失败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所罗门失败在哪？路易法失败在哪？是不是？犹太人这个全会众为什么倒闭旷野？扫罗王为什么被废掉王了？是不是？旧约里凭信心的人特别特别少啊，但那些失败的多不多？进迦南的只有几个人？两个。进方舟的只有几个人？八个。为什么这样记载？就是成为后来世代人的警戒，所以他留着这本圣经，不是给你守的，是警戒你的。律法不是给你守的，要叫你看见那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没有一个得好下场的，对不对？放那个地方就给后来世代人看，叫你看，不是叫你学的，而是叫你怎样杜绝的，警戒你，杜绝你，不让你再走他们的路，是不是？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开着车从一个大峡谷的地方就掉下去，从这条开开开，咔就掉下去，掉下去之后呢，就摔死了，车毁人亡的，就在这个地方挂了这个牌子，这牌上写某某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开着车从这地方掉下去，摔的车毁人亡了。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挂个牌子还得往外宣扬宣扬？有意思，你别走这条路了，这条死路不通。这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旧约为什么还存留的价值和意义。它为什么存留？不是叫你学的，而是叫你怎样警戒，杜绝这件事儿，是不是？不能从这条路走了。他们走都倒闭旷野了，你也要倒闭旷野吗？他们凭肉体全部死了，你也要死吗？所罗门凭着手。大卫凭着手，刀剑世代不离开他的家。所罗门最后凭着手，国分成两半了，对不对？是不是啊？犹太人凭着手，全会众都倒闭旷野，对不对？约伯凭着手，守的好不好？好。约伯满身都生疮，为什么？为什么会生疮？守的。手就得生疮啊，心就不能生疮啊，谁要守来，上帝就不早就命令天使把那疮都预备好，谁守来往谁身上咬，你听明白吗？凭手就废掉心，你听明白吗？凭手就废掉心，我们若靠律法就废掉了神的恩典，对不对？靠律法就废掉神的应许，神应许废掉了，今天我们要不要把神跟我们立的约废掉啊？我们去守跟我们乌干的约、咒诅的约、定罪的约，好不好？要哪个约？新约是什么约？更美的约，对不对？更美的约，你要不要更美的约？你立了更美的约，将来才能有更美的复活。你不立更美的约，你将来想更美的复活没那门儿，是不是啊？看没看懂？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守旧约，必须守新约？因为新约是神跟我们立的，旧约是神跟他们立的，跟我不干，对不对？我无意中被亚当带到罪里头，我又无意中被耶稣基督带到义里头，是不是？我被定罪的时候，神没给我商量，就是因为亚当一人犯罪，因为是旧约，一人就能铸炼到我，听没听明白？我今天必须把这件跟我无干的这个罪，必须把它抖露掉。我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什么叫抖露掉？现在沾上鸟粪了，我必须把它抖露掉，对不对？是不是？抖露是什么意思？我东北经常说抖露抖露，这叫抖露。拿一个布上有灰的，拿外头说唰给它抖露掉，是不是？一抖就把它抖灰尘抖掉了，是不是？你无意中间被亚当染上了罪，这就是你无意中间的，都没跟你商量，你还没出母腹的时候就被亚当就种上了。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摆脱这个罪，你上帝才能跟你签订新约，好不好？我必须跟旧约一点瓜葛都没有，上帝才跟你另立新约，听懂了吗？如果你今天还在旧约里，上帝绝对不能因为你守着旧约再给你立新约，绝对不会这样。因为旧约是守的约，新约是信的约，对不对？旧约律法是行的约，新约是信的约。旧约是立功之法，新约是信奉之法。亚伯拉罕他是跳到新约变成信奉之法，你今天也得，你本身不用跳，你就在新约里头，你还往旧约里跳，傻子，说骂的，往旧约里跳，往回跳，傻不傻？你说傻瓜不傻瓜？有的人赛跑是吧？赛跑赛跑赛跑，他本来跑在前面都不拉着点，拉很多很多，最后他掉头往回跑，掉头往回跑，是不是叫人给追过了？这一等奖你能拿到吗？拿不到。所以为什么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但你得往前跑啊！你都跑，把别人都拉成么？你跑的的确快，那腿比飞毛腿还快，拉了那么远，最后呢，呸，再掉回来。反正我跑反了，没事儿，我跑得快；跑反了，没事儿。有没有这样人？有。傻。彪啊，还是聪明？彪的，又傻又彪的，是不是？一点都不聪明。所以今天这个救恩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你不明白救恩的，你就跟人跑，是不是？你明白救恩的，跟神跑，好不好？今天有人给你讲出这个道了，比我那时候信耶稣那时候那强多了。我信耶稣了，想叫别人讲，一讲就讲那套老祖宗遗传，一讲就讲那老祖宗，把我气的简直就受不了。他根本就不这么详细的给你讲，还得脱离旧约，还得脱离律法才能进入恩典。他从来不给你，咱们讲的是脱离旧约，脱离亚当，凡是给你能影响到你的东西，你都得脱离，好不好？亚当这个权势在你身上必须得没有，是不是？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都在他的权下，这个权势得不得脱离？旧约这个权势得不得脱离？这约得不得脱离？这罪得不得脱离？那律法的影子能不能脱离？一点都不能留。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一点都不能留。就像什么，咱们从前在错谬里呢，错谬里的东西一点都不能留，一下子扫干净，对不对？在我身上一点都没有瓜葛了，一下就从那里脱离出来，对不对？这才能站立得住呢。从前呢，在错谬里头了，那些个人告诉你那些话，咱们地位成一啊，地位成一，咱们地位儿子，地位儿子，咱今天没成一啊，没成一，你傻呀你啊？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信谁的话？信谁的话？有了主的话，要去遵守。这人就是爱主的人，爱主的人必蒙主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不是一定理啊？是的，神得向你显现，不是光今天你叫你信了就完事儿，
有一天向你显现的时候，你说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他就在你里边就显现了。他为什么要住在你里边？就是要在你里边就突然就显现出来，表明出来了，对不对？彰显出来了。这道你接触正确的道，神在你身上就会显现的。神像不像亚伯拉罕显现？像不像摩西显现？像不像约瑟显现？像不像你显现？你愿意神向你显现吗？你要愿意神向你显现，那么今天就得正确的信仰，神才能向你显现，对不对？你等着，你今天信对了，有一天上帝向你显现。听懂了吗？你信错了，你就跟错误跑，一辈子神都不向你显现，是不是啊？所以今天重要就重要在这个地方，就卡死了。咱不属旧约，咱乃属新约，好不好？是。老亚当的罪在我身上一点权势都没有了，行不行？是。耶稣一次受死，把老亚当的罪已经处理掉了，抖了掉了。借着耶稣基督给没给抖了掉？抖了掉了。别去找那罪，我再犯罪，肉体再犯罪怎么办？你肉体再犯，你肉体再犯罪，上帝也不定罪，好不好？他也不定。你必须这么确信，把这一关确定好了，再往下讲得荣耀。得荣耀又一种处理方法，好不好？你别把现在就想得荣耀，讲哎呀，我再犯罪怎么办？你再犯罪也不定罪，你就持守这道，好不好？这叫持定永生。不犯罪了，那是不是就有永生了？是。犯罪的人没有永生。你现在是属犯罪的人，是不犯罪的人？不犯罪的人。一人还是罪人？一人。你敢确定吗？敢。这叫持定永生。你持定了这条道路了，这叫持定永生。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你永远不灭亡了，永远不被定罪了，永远不受咒诅了。是。听没听明白？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那路，你都不知道怎么走。是神今天非得把你领出来不可，好不好？神领以色列出埃及，脱离法老王权势，神也领我们出离罪恶，出离旧约，出离世界，脱离魔鬼的权势，好不好？愿意吗？愿意。愿意就对了。你的脸，你越听到，你的脸越像向日葵，不然的话，你没听懂，越听到越像鞋底子了，是不是？越像苦瓜似的，是不是？越像个丝瓜似的，抽抽巴巴的苦瓜，是不是？那苦瓜脸。因为你没听明白呀、啊，你没听明白，像苦瓜正常的，你别再像苦瓜，越长越像什么？鞋麻子脸。我说像鞋麻子，就是提鞋那个鞋麻子，连笑容都没有，在那傻哥呢，傻哥听到。今天聪明的人不是在傻哥听到，他必须抓住那个应许，那圣经的应许，对不对？罗马书那第五章是不是应许？回到罗马书第五章。找到没？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就一次，老亚当这一次的过犯就要你命，对不对？全世界人人都有一死，这一死不是因为你杀人放火了，是因为老亚当这一次过犯，对不对？上帝将来审判就按照这一次的过犯来审判人。我若不脱离老亚当这一次的过犯，不把这件事抖了掉，这根本跟我无干无瓜葛的事儿，我把它抖了掉，好跟上帝再立新约，好不好？好。听没听明白？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你称义前的必要条件。你怎么能称义？你如何称义呢？我前面这东西没处理到，就像你今天你跟前面的丈夫你都结婚了，你丈夫天天打你逼迫你，你想跟你丈夫离婚，但你现在还没等离呢，你又看中别的男人了，
你看中别人男人你也不能结婚呢、啊、你是可望不可及，你得把前面那个抖露干净了，处理干净了，你再往后边这个男的你再跟他谈，前面他弄的是不是啊，还没整利索，后面又来了又来一个男的，你说你这啥呀，我说这是举个例子，这是给你举个例子，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件事，我是借着这件事说另外一件事，听没听懂啊？所以上帝给咱们处理的干干净净，我必须干干净净地解决签约的问题，解决老亚当给你带来这个咒诅的问题，好不好？对不对？对。那你再跟后面的丈夫再谈，你解决完了都离婚了，办离婚手续了，跟后面的丈夫随便谈，别人不能说你这个人不三不四的，是不是啊？因为你正大光明的、光明磊落的，我跟他离婚了，因为他总欺负我，不让我信耶稣，是不是啊？我就跟他离了。离完了之后呢，我跟徐洪波弟兄谈。我是只是举个例子，你听明白没？那时候你怎么谈，别人不会说你不三不四，是不是啊？这是过程，是不是？这过程你必须得走完。你前面没整利索，你后面你又来整了，你干嘛你啊？啊？听没听懂？我要再说什么？啊？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这是圣经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啊，那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这个例子？是啊。你律法你都没脱离呢，你跑恩典去了，我联手律法再靠恩典，那是这群人肉体诚意，这群人联手律法再靠恩典，靠恩守律的那个人，他们可以那样，但我们不可以那样，好不好？他们可以在罪里，但我们不能在罪里，罪的问题必须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解决掉，好不好？罪没解决，你说你诚意怎么成第一？难怪这些人不敢称自己为义，乃是什么？不敢承认自己因信耶稣基督成义，就是地位成义，地位儿子，地位哪来的？这话是从神来的吗？不是，不是，他是因为不敢承认，因为他压根前面的事儿没解决掉，他把旧约一半，新约一半，肉体一半，灵一半，鬼一半，神一半，你看他就破爬乱搂起来了。那个圣经可是旧约新约都在那里，他上这旧约搂一把，再上新约再搂一把，是不是？再上肉体的搂一把，再上属灵的搂一把，完不完了？来，你搂多少都没有用，你在这混杂的，是不是混杂的？该怎么的就是怎么，好不好？这就叫真理，真理是该怎么就是怎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出于什么？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该怎么就怎么。你现在信耶稣是不是得该怎么就是怎么样？是的。咱们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对不对？也没有什么隐的，就把实事讲出来，这是圣经启示的话，不是王耀浩编的，谁把王耀浩定成异端，神都把他定成异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应许？那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他。记住这句话，我们不要说我们赐福，我们是祝福，神是赐福。你看那段经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不用祝福，不要说神祝福你，不要说这句话。神不祝福，祝是祝愿，我没有福，我在祝愿你蒙福。神不用，神直接是赐福者。太阳每一天上帝赐福你的，空气每一天是上帝赐福你的，神是直接赐福者，人是祝福者，好不好？让上帝祝福你，让上帝祝福你，这句话一定要把它改掉，让上帝赐福你，好不好？因为我不跟你讲你不知道这里的奥秘，你就说人和神一样了，人也去祝福去，因为神，凡是涉及到神，直接就赐福。耶和华赐福他的百姓，耶和华造了万物就赐福给他们。你看，没有说祝福，不是你看创世纪，
是不是啊？神是赐福者，人是祝福者，把这两件事能不能把它搞清楚？好，再往下看第五章。第五章，那么第五章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是不是亚当一次过犯？是。众人被定罪，那么神定罪是按照一次过犯，不是按照你犯什么罪了。我再犯罪怎么办？你把这个人先把他放一边，搁一边去，好不好？你先看看上帝怎么定罪的，你照着上帝怎么定罪来解决罪的问题，对不对？再往下看，照样因一次一行，是不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一次一行啊？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不但称义了，而且得生命了，就这一次一行就够了，不是你做点好事得生命的，是耶稣一次一行叫你称义得生命的，不但称义而且得生命的。所以你的信仰一定是建立在耶稣身上，你解决罪要解决一个罪，就是亚当一次过犯这个罪，你解决称义的问题也是建立在耶稣一次一行上的，不要建立在我今天行什么义了。你行的再好不是称义的条件，你就算没有错了也不能称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找到吗？第三节第四节这两节中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找到吗？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你论断自己算不算是论断别人？因为你不属肉体，你论断肉体也是属于论断别人。你在耶稣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论断拿什么论断？你拿律法标准是什么？律法的标准，他犯这条他犯那条，是不是这样的？你论断什么呢？挪亚喝醉了酒，躺在了那个帐篷里头，赤身露体的，被韩看见，韩说什么了？出去宣扬，是不是？哎呀，大名鼎鼎，我父亲挪亚，竟然喝醉酒在帐篷里赤身露体的，出来就宣传了，是不是？他宣传的是福音呢，是宣传他父亲赤身露体。他宣传完了之后呢，是他被咒诅了，是他父亲被咒诅了。你看好了吗？你看没看好？往往圣经里记载的问题，那还是旧约呢。那么在新约的耶稣提了一条，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吧，是不是？为什么不论断？往下看，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守律法守的严不严谨呢？严谨的。他在律法上有没有指摘？没有指摘的。因为腓立比书第三章已经告诉他，肉体上他在肉体上有没有夸口的？有夸口。希伯来第三节说过的，他是什么？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是传统的以色列民，对不对？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对不对？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第八天受割礼，对不对？他也是第八天受割礼，保证按照律法来说他是毫无指摘，按肉体说有夸口的，是不是啊？就律法上的义他是什么？毫无指摘的。就热心说他是什么？逼迫教会的。保罗是不是逼迫教会的？是。但这些呢，最后成为他逼迫教会残害教会的夸口了，对不对？最后呢，耶稣光照了他，认识基督，耶稣基督就以为就把这些人当作有损的了。有没有损？什么叫有损？哪个损？招损。是不是招损呢？是不是招损呢？什么叫损？损和益处，有益和有损，他俩正好相反的，是不是？这叫什么？益。这叫什么？损。没给自己带来益处，这叫招损，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对不对？那么今天保罗
上帝拣选一个守律法守的最好的保罗，叫他亲自出来，来否定自己所守的律法，来否定犹太人，揭露犹太人那个假冒为善，揭露啊！神挑一个法利赛人守的最好的，比那些法利赛人更有长进的，在加玛列门下严谨受教的，这个守律法守最好、最强的、最有长进的保罗，叫他亲自来推翻犹太人的律法，是不是啊？耶稣来进殿里，是不是推翻犹太人的律法？耶稣做事安息日的时候不守安息日，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你今天别守犹太人的律法，你更不能守你今天心里的标准。你听明白吗？对。你更不能去守你心里的标准。你只要守律法，你靠律法就是被咒诅的。这福气保证不能临到你。你被咒诅，你都不知道怎么被咒诅的。人家车正好走路上，崩裂个石子把你眼睛崩瞎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不是突然的，对不对？有的人从车上坐车，从了车门呢，叭甩出去了，到外面一下脖枪进了脑袋，那个脖子一下缩回去了，是不是突然的？啊，这不是突然的，是不是啊？怎么那么凑巧呢？啊，怎么这个石子就崩他眼睛上了？那他不往别的地方崩，正好崩眼睛，把眼睛崩瞎了。不是凑巧，这叫什么？咒诅。什么叫咒诅？你今天来信耶稣是要得赐福，是要得咒诅的。不是为了咒诅，听没听明白？你为了咒诅，那就坏了。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背十字架和咒诅，这是不是有区别的？我背十字架是为谁？为主。背咒诅是为什么？在律法下背咒诅，是我走错路了背咒诅的，对不对？那么。我走错路了，被咒诅的，我都不没有反省，我都不知道走错在哪里的，错在哪里的了？啊，把自己的没有错当成什么了？义了。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什么称义。这件事是不是义？啊，没错是不是义？不是。咱们今天这个诚意都讲诚意，现在很多人自己，今天咱们得行义啊，行义才是义人，他就错解那个什么行义的就是义人，是不是啊？这些人给自己找了许多的借口，他们在律法下受血气的，在律法下，是不是啊？他把约翰一书那个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成为他们一生认罪的座右铭，天天认罪，是不是啊？在律法下，在律法下有没有罪？这些人呢有没有罪的？无罪。这些人是无罪的，罪已经被耶稣解决了，无罪了，是不是？这些人是天天认罪。咱们回到约翰一书，他拿着哪些经文呢？保证有经文，他错解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上堂课讲到了，这些人拿着约翰一书作为他们认罪的依据，作为他们成为罪人的依据，因为他有一天有人问我，你敢说你没罪吗？我就问他，我说说罪人犯罪是义人犯罪，他说罪人犯罪。我说说罪人进天国是义人进天国，他说义人。我说你是罪人还是义人？我是会犯罪的义人呐、啊。他把罪人和义人给他弄一起去了，因为他为什么弄一起呢？他为什么弄一起？那么罪人和义人要不要分开？要分开。他俩能不能相交？他现在把犯罪的义人给搅在一起去了，也就属鬼的和属神的给搅在一起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在想，如果说我不犯罪吧，
那我天天还犯罪。如果说我今天称义了吧，我天天都有罪。如果说我没称义吧，义人敬天国，罪人敬畜天国。所以他给综合了一下，这叫什么？这叫平衡。就小米他公共他提出那平衡的义人和罪人的平衡一样，不能光说你自己是义人，你也会犯罪，所以你是会犯罪的什么人？义人。你说这管不管了？啊，圣经说义人和罪人不能相交，对不对？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对不对？这话都没有了，他给搅在一起去，罪人也是我，义人也是我，罪人和义人都是我，这是不是肉灵不分的？这是不是信和律法没分呢？新约旧约没分呢？所以他来个综合一下，就是我是什么呢？会犯罪的艺人，对不对？这错不错？好，再往下看，他拿着哪段经文呢？拿着哪段经文？我们看第六节，约翰一书一章的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在哪里行？黑暗里。他们也说与神相交，犹太人也说与神相交，他们却在黑暗里行。为什么？为什么？犹太人的信仰是信神，你要说他不信神，他信不信神？信神。加上什么？是不是啊？不要耶稣。信神加上守律法，守律法是敬虔，对他们来说守律法是敬虔，信神是他们的信仰，就信仰加上敬虔，这就是他们的犹太人这个属灵的这个侍奉，他们的侍奉路线就这么侍奉，拒绝耶稣，不要耶稣了，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不是罪人？是。人能不能守住律法？守住。守不住。所以犹太人是这么信的，不要耶稣。所以约翰在后面才说，没有神，没有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因为他们坚决不认子。他就直接他说，哪有子哪有父呢？神就是一位神，怎么出来子和父呢？他坚决否定子和父，因为在旧约里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提不提到子啊？那犹太人的脑袋给昏了吗？发昏了吗？啊！从上到下，整个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耶稣来了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来了他不要了，因为他看那个小老样长的，是不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长相和耶稣基督做事都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正跌在磐石。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绊脚石上，是不是啊？那么他信神守律法，对不对？不接受福音，不接受耶稣，他在哪里行？黑暗里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找到吗？八章十二节，好的吗？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叫在光明中行？就是跟从耶稣的，跟从耶稣还在不在黑暗里走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找到吗？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什么叫不在黑暗里走？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光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要接受了耶稣的生命，你是不是就在光明中行？但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不接受耶稣。你说你在光明中行，但你却不接受耶稣，你是不是在黑暗里行的？你若是信神的，难道不接受耶稣吗？
耶稣说，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必要接受我的，你们必听我的，你们不听证明你们的父不是神，是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接受耶稣啊，在不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再往下看，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不是不接受耶稣啊？是。耶稣说我就是世界光，你必须接受我才不在黑暗里走。他不接受耶稣在哪里？在黑暗里行。我们再看啊，再看第十节第九节，找到吗？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人才是从神生的。信他名，他的名翻译过来是什么？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是不是啊？这个人才真正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荣。所以约翰一书那段经文，他们说是与神相交，却在哪里行啊？在黑暗里行，证明接没接待耶稣？没有，没接待耶稣，所以他们在黑暗里行。我真接待耶稣了，我就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不对呀？好，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九节，找到吗？光来到世间，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死。他们爱什么？爱黑暗，不爱光。罪是不是黑暗？现在整个普世教会爱罪啊，是爱光？爱罪。他高举的是罪，对不对？悔罪、认罪、道红罪、洗罪，是不是啊？以什么为中心？对，证明他爱什么？爱罪。犹太人也这么干呢，他们洗过盆也是干这个事儿的，天天献祭献牛羊的祭，是不是干这个事儿的？犹太人也这么干的。现在把犹太人那套东西侍奉的方式带到整个普世教会中间来侍奉，对是错？错了，错了。耶稣的侍奉方式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模一样的？耶稣是按新约犹大支派那种侍奉方式，对不对？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侍奉神。我今天不跟随这光行不行？不行。往下看，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我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他不来救光，能不能成为光明之子？他不能成为光明之子，对不对？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你看现在我讲的这些经文都是光，都跟光有关，对不对？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不是靠人行的，乃是靠神行的。这是真行，行真理的人是显明靠神行的，不是靠人行的。听没听明白？好，再回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这群人是什么样的？是接受光了还是没接受光？是跟随耶稣了还是没跟随耶稣？所以他们需要认罪。那把对他们说这个认罪安到基督徒身上合宜不合宜？把一个没洗净的人认罪安到洗净了基督徒头上合宜不合宜？不合宜。这是不合宜的。回到约翰一书，注意看这段经文，晓得吗？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哪里行啊？在黑暗里行，接不接待耶稣？不接待。接待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了，对不对？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他在哪里行啊？在黑暗里，这就是说谎的。他既然说我与神相交，他却不接待耶稣，就在黑暗里行，是不是说谎的？他这个说与神相交是假的，就是意思他说他与神相交不接待耶稣，他这个说与神相交这件事是假的，是谎话，他不是与神相交。我们与神相交是不是得借着耶稣基督啊？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与神相交，对不对呀？我们下再看，我们若说在光明中，说我们若在光明中，假设你要真在光明中，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不是在光明中？是，如同神在光明中，神在不在基督里？神要在基督里与你和好，对不对？你若在基督耶稣里，神如同神在基督里，就彼此相交，这两人才能相交。你都得进到基督里，神也进到基督耶稣里，你也进到基督里，你跟神才能相交呢。神设立一个和好的这个居所，就是基督，是不是啊？神好跟你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神和人在哪里和好？是不是在光明中和好？光明是不是在基督里？基督是不是光？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光？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神才与我们和好。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神不会与我们和好的，好不好？好，咱们看十九节，找到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找到没有？林后五章十九节，耶稣新约圣经202页，找到吗？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进到哪里了？基督里。基督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咱们和好。神的设立耶稣作为神人和好的洽谈的居所，是不是啊？这个地方是和好的居所。我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神跟你和好也不在基督以外。你在基督以外，你一说话我再犯罪怎么办？你在基督以外不犯罪干什么？因为你就是犯罪的种，你不犯罪干什么？神和人和好是在哪里和好呢？说没说好？这就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只要在基督里就跟你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就是和好的条件。怎么才圣灵的和好？你天天就为过犯，哎呀，我再犯罪怎么办？我再犯罪怎么办？我再犯罪怎么办？这就说明神和你没和好。因为什么没和好？因为真和好了，就不将你们的过犯归到你们身上。是，你真和好了，不将你们的过犯归到你们身上，这是真和好。你还问再犯罪怎么办？你说和好没和好？没和好啊，你俩还是仇敌呢。因为你没住在基督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你没住在基督里。你住在哪里了？啊，住在亚当里，住在肉体里，是不是？这是不是和好的条件？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你传也得这么传，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是和好道理。你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神就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是不是？你也得这么传。下面再看，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是不是？得在基督里才能和好，不在基督里能不能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括弧里面不知罪），耶稣是不知罪的，耶稣不是亚当的后代，耶稣乃是女人的后裔，童贞女生的后裔，对不对？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是不是啊？下面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称义是称谁的义呢？神的义。你那个称义的义是人的义，是神的义。神的义。你要是人的义，肯定达不到天堂。你只要是神的义，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可以达到天堂。那在哪里称义的？基督里称义。听没听明白？基督里是神和人和好的居所。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想在肉体里想要与神和好，没那门儿。你想我自己做点什么，在肉体做点什么讨神喜悦，你已经中魔鬼的诡计了。靠肉体做什么？一个以色列民族都倒闭旷野，何况你们呢？专业守律法都倒闭旷野，你这个业余守律法想要做点好事讨神喜欢，你这要在肉体里与神和好，不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神不承认你这个人，你还没有永生呢。一同闭目。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把这样奥秘的道赐给了我们，还是真正的明白在基督耶稣里的奥秘。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住在肉体里永远不会明白你的旨意，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与父神和好了，父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跟我们洽谈的居所。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才有永生，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与神和好，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能结果子，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能得在基督耶稣里面各样的丰盛，各样属灵的好处。谢谢天父这样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把这两天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教会，大大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他们得到丰满的赏赐。听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